原标题：朱元璋父母去世，向地主借地安葬，双亲被拒，称帝后那地主结局如何？相信许多人对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都是比较熟悉的了。朱元璋是个典型的暴君，死在他手里的功臣不计其数，但凡是有威胁到大明王朝统治能力的异姓藩王，大部分都是要被他迫害致死的。其实朱元璋的出身并不好，是个典型的屌丝逆袭的案例。他小的时候家里特别穷，甚至是被当地的地主迫害，连父母去世都没有下葬的地方。而这一家地主后来又过得咋样呢？按理说朱元璋这样的暴君会不会对他们做出一些不人道的事呢？朱元璋小的时候是个身份卑微的放牛娃，在他的童年生涯中遭受到过地主刘德数不清的打骂。朱元璋一家都是农民，一年到头只能靠着给地主做工为生。虽然说地主对他们的迫害挺深的，但也不得不说，要是没有地主给他们提供工作，他们甚至连一天都撑不下去。没办法，在那个普通老百姓没有地的年头，想要养活自己也只有这么一条路能走。很不幸的，贫穷的家庭又遭受了大难。当时朱元璋老家那一片发生了瘟疫，朱家的父母两人都在这场瘟疫中染病去世了，而朱元璋和哥哥侥幸活了下来。他们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给父母找到一个入葬的地方，而这个想法却又落空了。当时朱家兄弟俩求的人正是地主刘德，刘德并不愿意提供给朱家一小块的让他们埋葬父母，这样一来朱家只能让父母的尸体暴尸荒野了。这可以吗？当然不可以了，但是刘德说成啥都是不同意给他们提供土地的。也是到了后来，刘德的哥哥刘继祖看他们可怜，给了他们一块地，这样子朱元璋父母的尸体才不至于暴尸荒野。埋葬了父母，朱元璋便离开了老家，他打算出去走走，经历一下这个世界。几十年后朱元璋回来了，这时候的他已经是一个皇帝，他回到家乡来看望自己的父母了。人群中有一人躲躲闪闪，正是刘德。朱元璋看到刘德之后却并没有惩罚他，反而是又给了他一些田地耕种。朱元璋的做法其实更大程度上是在招抚民心，毕竟谁都不喜欢被一个暴君管着，当然这也是站在不同高度处理的问题不同罢了。毕竟身为一个皇帝，如果还要跟一个普通人计较这些，那就显得太儿戏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